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作家呢跟一些固定的一个地点捆绑起来，一想到那个地方就会想到那个作家。比如说你想到乔埃斯，你就会想到都柏林，看到都柏林你就要想到乔埃斯。那么至于史铁生呢，那当然就是北京，而且还不是北京，更具体的讲，看到史铁生的作品你就一定会想到北京的地坛，或者说你到了北京的地坛，如果你读过史铁生的作品，你就很难不在那里面想起史铁生对于他的描写。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像他自己所讲的，史铁生在很多作品里面都屡次的谈及地坛这个地方，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他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到地坛。那么为什么地坛对他来讲这么重要呢？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这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与地坛》。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散文集，在这个散文集里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我与地坛》这个同名的这篇散文，这是很多人都读过的散文。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他就提到他之所以常去地坛呢，那是因为他年轻回到北京，插着一位双脚的问题回到北京，然后自此要坐轮椅之后呢，他就几乎天天风雨不改的摇着他的轮椅到地坛公园里面去逛。那么在里面逛他干什么呢？什么都干，什么都看，或者什么都不干，就只是逛一逛看一看而已。然后呢，他就说到地坛对他来讲有个特别的意义。他讲到有一个下午在那边看着太阳正在要西下的时候，他说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的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就有点像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他理解了牛的意思一样，这种写法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临近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也就是说呢，史铁生在这里面觉得地坛呢好像是特别为他这样的一个坐着轮椅的一个病人安排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注意到史铁生作品里面常常提到上帝，很多人因此联想到他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甚至很关心他到死的时候有没有皈依任何宗教，或者是信了任何宗教的这种讲法。其实在我看来，这在他的作品里面体现呢，这个上帝只是一个不是指的任何一个宗教的上帝，而是一种天意这样的意思。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面讲到，他说他有时候会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想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结果是什么？当然就是死。他说，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已经是个名句了。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他指的当然就是死亡，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呢？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而对他来讲，或者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也许这才是更重要更大的问题，就在于你的出生连带你的各种命运。比如说你生来要患这样的病，要残疾，要得肾病，同时又得到一个地坛公园给你安慰，那么这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我们人在世界上的各种的处境，各种的命运，在史铁生笔下总是好像是命定的，不可质疑的。剩下来问题就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该怎么活着，该怎么做，该怎么为自己找到一个活的一个方式跟方向。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啊，在8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史铁生的作品有很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的原因。那么但是问题是，我觉得这好像又有点太简单了，如果说这叫做存在主义的话。但无论如何，我们请注意一下他写作的一个方法，就是史铁生在写一些散文，在写小说的时候，常常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的小说像散文，散文像小说，尤其是小说像散文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忍不住把自己放了进去，甚至忍不住出来评论了一些什么。关于这个手法，我们接下来过几天还会再给大家讲。但现在这里面谈到的就是说，史铁生的这个眼光呢，你很清楚的看到他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这个无处不在的眼光呢，又不会写得太突兀，不会让你觉得这个作者很霸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眼光或者他的叙述大体上都是安静的。
没错，他的文笔啊，有时候呢会有一些那个年代的一种印记，就是有某些的排比或者用了某些的修辞呢，是大家觉得用到已经不太好，不太新鲜的一些词语。可是问题是，另一方面或者更多的时候，他力求某种的安静、平稳、干净、清洁。那么这时候呢，就衬托出他的这个目光是何等的和缓。比如说他在地坛公园这么一逛，逛了15年，然后他就看到里面的好多人好多事。那这些人这些事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包括一对夫妇风雨不改，看起来很高贵的样子在里面走，比如说另一个他看起来觉得很美很优雅的女士，又比如说一个天天来唱歌念歌喉的一个人，然后他们都彼此不会打招呼，除了那个人在再也不会回来之前的最后一次逛公园的时候跟史铁生终于说了一句话。然后这里面呢，他提到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一个天天跑步的人。他说这个人是个长跑好手，参加北京环城跑。那么他是比如说跑了第7名的时候，报纸只登到第6名，跑到第3名的时候，橱窗里只挂了第1名的照片。第5年他跑了第1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副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然后这个天天跑步的人到了最后终于被教练赏识，说我要是早10年认识你就好了，他只能苦笑一下什么都没有说。于是他跟史铁生是这里面交流最多的人，一个只能拼命跑，另一个只能拼命写。这就是地坛在他的写作里面重要的原因。